部分必须被拆迁、被破坏掉。那我们希望说保留一部分，帮它规划营造成一个生态小学堂，也让我们附近的小朋友来这边可以开心的玩，可以在这里做生态教学。其实培育孤呆只是我们计划的一个部分，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可以小朋友在这里运用我们这个生态小学堂，在这里开心的玩，是我们最大的目标。如果说学校有一些生态课程的话，我们这个农场非常乐意说借给外面的国小来做生态教学。这狗呆对我们的意义非常非常的深啊，因为我是45年次嘛，啊，我的姐夫他是差40年次，啊，40年次有时候我们谈到这个那个鸡蛋被炒爆，狗呆怕老狗这个故事啊，他说哎，他小时候有这个狗呆里面的看得到，我说哎，我长出来到现在呢20多岁都没有看过这种狗呆，我觉得很不死心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刚好我们在20年前啊比较早投入，啊，整个全省在找这个狗呆，啊，最后终于在我们那个大甲溪哈，啊，找到一尾狗呆，那就从这一尾狗呆开始哈，我们发现它那个生态啊，在整个圳沟里面已经不见了，而且我们古时候的所有的那个塞巴底的这一首歌呢，大家耳熟能详，但是里面总共的生态呢，没有人看过，那，啊，我们就花心呢，啊，要把这个里面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动物啊，全部把它找出来，像其他也不见了，啊，总共用了差不多10多年，总算让我们成功了，终于成功了。做什么用呢？帮我们守护水源，以前没有自来水哈。啊，今天是非常欢喜哈。啊，两时隔日两时，两夫来联婚，创造一个美满的好家庭了吼。今仔日是好日子，两性来过年礼，真情真爱无得比，祝福新娘早结子，早生贵子，安尼好无？好。